好像他们有，因为我住在学校的附近，然后那个牛蛙就超级吵的，因为你知道那个牛蛙，我们以为是呱呱呱，它不是呱呱呱，那它怎么叫？黑狗吗？对，不是狗。我一开始我以为不行，我第一次的时候就说，我说要报警，然后报警，为什么有一个狗狗的喉咙声带是被切坏掉，怎么会叫不好，然后又叫叫一整晚。不对，我去找声音的来源，我才能去检举到这样。那我就站在阳台那里听，哎，不对，为什么会呜呜呜？没有，我是你爱我吗？我爱你，就是青蛙在求偶。然后就发现啊，是牛蛙，我还上了 YouTube 牛蛙叫声，然后就确定是哪一种蛙，然后就开始联络，就是有写信给学，有打电话给里长，然后还打电话。就是去学校，现在有好一点了，现在就很安静。但是我真的完全，我只要住在哪边，我都会认识邻居。对，就是他们没有检举我。我比较难相处一点，容易被检举。总之我就是没有，就不是很熟这样，就是某一种公寓。好，所以其实。